是乔治的玩具，还有外婆买的。掉了，捡起来。哎呀！在外面看着就很冷了，现在还是中午十二点有大太阳的时候。等一下，我们下午再出去。妈妈，喜欢上海吗？喜欢吃什么呀？喜欢吃饺子。饺子啊，不是小笼包啊。啊，可以。这个是发的东西，上海市归国华侨联合会。拆开看一下，里面是什么？上海市归国华侨联合会，华侨事业发展基金会。哎，春联呢？这是春联，看这个对联，两零两飞你养啥个兔啊？卯兔报喜，兔来华夏振兴时，卯至东方蓬，卯至东方蓬勃日，团结奋斗满星辰。上海市侨联致全体各界侨联组织和广大侨界朋友的一封信。这里什么？我看一下。哦，饼，哎，哪份？是吧？像哪份的样子？对，不过去了。哎，中老年哪份？一般都好像中老年的。中老年。还有啥？这是新冠病毒什么蛋白粉？蛋白粉。搿是维生素 C， 维生素 C， 泡腾片，枸杞，燕麦，马皮，围巾啊，哎，搿能好用啊，围巾，还是红颜色的，过年的，木糖纯桃酥，无糖啊，发紫了，就是这些。现在是四度，我们在中国上海。对面的商场，走路过去，去商场逛一下，买点东西。给你们看一下上海最普通的小区和车，啊，这个五菱宏光，国内很火的，很可爱。啊，里面垃圾都在这里。对，全部垃圾都要放在这边，垃圾分类。啊，这是地下车库，地上停满了，就要停到地下了。那个是那个比亚迪的那个电动车，红色这个。上海这边呢，基本上每个大型小区旁边都有完善的商业配套，所以走路都能走到的。我们现在就走路去家附近最近的商场。等一下，我过去给你们拍一下，这里实在太冷了，手没有买手套，我们要去买手套，给乔治也买个手套，他也冷，乔治在那边，看到吗？这是我家小区的大门。这里出去，门口就很多吃的了。出来，小区外面了。这里是家门口的这一排吃饭的，什么美甲、剪头发的，就那些基本的生活设施。这边人行道过马路，那个就是商场那边，近吗？大风吹走了你的帽子啊！乔治第一次过冬天。他还有点不习惯，昨天刚到的时候一直讲手很冷。商场，对，那个是买水果的，乔治穿的羽绒服、棉裤、棉鞋。你手放口袋吧，冷的话。不冷啊。你不冷吗？不冷啊。给乔治换了个推车，淘宝买了，直接寄到家里。前面商场，前面商场是买东西的。
就是我们家这个小区的幼儿园，这个整个这里都是到那边一圈。这边呢是一个大型的公交枢纽，公交站出这前妈妈，我妈先推过去。这个是上海的公交车，我很久很久没有坐公交车了，因为坐地铁很痛苦，哪怕之前回来也是坐地铁。啊，来了，我追上了。这不是吧？不是地铁站，骑手之家。骑手之家放外卖的是吗？我也不知道呀。是发东西。上海的地铁站就是这个蓝色的牌子，我家门口的地铁站就在商场的下面。能走完吗？对，绿灯啦，走吧，给它开得进去。有啊有啊，那边有吃口呢。这里是怕那种自行车停上来，所以放很多柱子。走了，到我们家这里最近的商场了。进到商场里面了，基本上跟马来西亚的商场差不多，该有的牌子全部都有。你有什么想要买的吗？我手很冷，我要先去买个手套什么，太冷了。商场感觉全世界商场应该都差不多，商场就这样，然后那种电梯的设施啊什么的全都有的。这里是地下一层，地下一层也是差不多都是吃的 FMB 的，这边全是吃的。这个是中国的杂饭，不过是他们帮你盛的，是不是跟马来西亚杂饭的装修都一样呀？只是区别是马来西亚是自己盛，这边是他们盛。然后基本上都是商场里都是连锁牌子，前面张亮麻辣烫，这些牌子都在努力的进个马来西亚。那个杨国福不是进温柚了吗？张亮估计也快要进马来西亚了。这边就是直接通往我家马路对面，直接通到家里的。然后前面呢有超市，永辉超市，布局都是一样的，全世界商场布局都一样的。哦，这个是炸鱿鱼那些。啊，激光香香鸡啊！马来西亚，我不知道是全马还是哪里，反正我经常吃的那两家都倒了，森威跟 IOI 的都倒了。还有这个是炸的，等一下我也来买一点。然后买那个脆皮年糕，等一下。哎，网红拇指生煎了，15块15个。现在先去买个手套先，啊，买个糖葫芦，买个冰糖草莓。你要吗，姐姐？要草莓吗？不要啊，你要还是不要？要哪一个？要哪一个？要这个。草莓的。我妈在给钱，现在都是电子支付的。你商场呢它不能不收现金，但是呢你给了现金它有可能会找不开你，因为他们自己没有现金。乔治在吃，一串是20人民币。这个纸好吃吗？糯米纸好吃吗？那你给我吃一个，然后爸爸吃一个，外婆吃一个，剩下的是交集的，好不好？好吗？来给。老公要买这个吃，我老公要吃上海的咸蛋酥，蛋黄酥一样的。好啦，我妈给钱了，一共18块9。哎呀，掉了。好好好，妈妈，你吃了吗？你有吃到吗？掉了。刚刚买糖葫芦的地方，我生意好好啊！哎呀，嗨，佳琪看狗狗，狗狗，可爱吧？哎，你不吃了？妈妈买面包。哦，乔治在买着面包。这边找工作的话，要形象气质加，还要有服务意识，因为中国人实在太多了嘛，所以就靠服务这方面来竞争。买完啦，这个白面包的价格是20块人民币。这个是上海的知名连锁品牌小杨生煎，如果要问我上海有什么品牌子是很出名的，我应该就推荐这个。
现在先不吃了，吃饱了。哦，这里生意实在太好了，全是扫码点单，然后点完单了之后再等他叫号码，然后就能拿了，直接微信跟支付宝付完。冷啊！在等着奶茶的时候，然后有个推广的来下载两个抖音，送乔治两个小玩具冰墩墩。奶茶也好了，搞了两斤吃个，哎，可爱，姜饼人。多少钱？三千。嗯。冷吗？不冷啊，我去冰，很好暖温。现在来MINISO这边买点东西，给乔治买一个手套，我买一个梳子，然后再看看还有什么。这是什么？花生哦，坚果。我老公买一个剃须刀，飞科的，199人民币，很小，以后去旅行也方便带，这样大小。这边就是商场里面直通地铁站的。喜欢喝咖啡的我试一下这个云南产的手冲咖啡，就是这样一家商场旁的，然后坐在这边可以喝咖啡，真的是第一次看到产地云南的，是我太孤陋寡闻了。给你妈妈。什么东西啊？你给我。是一个蛋挞，一下。蛋挞，这是那个肉松小贝。外面是肉。好吃。之前那个是什么牌子啊？鲍师傅是吧？商场里没有，商场里只有其他牌子的。这个叫什么？战记。好吃啊！我试一下。嗯，好吃。哇，马来西亚为什么没有？尝一口，妈妈。哦，你也给我尝一口啊！谢谢你。好吃的，这个是蛋糕，不是蛋糕外面抹了一些肉松，嗯，里面是放那个卡士达酱。刚刚的奶茶，你的天堂啊！你喝一口。哦，谢谢你。嗯，好喝。还在吗？我的来了，云南的手冲咖啡。你第二个蛋挞了，吃完这个不要再吃了啊、哦！等一下吐了，从早吃到现在啊，你从睡醒吃到现在。这绿豆饼。绿豆饼啊，好吃吗？绿豆就跟我们茶果一样。一模一样的了。要黄豆的。好。你说它做成饼干。嗯。这边是商场的二楼，这个中国很出名的拍照的地方。我打算预约一下，然后带乔治来拍个证件照。这边很多卖那种体育用品的，库玛、李宁啊什么。儿子出来一次，免费的玩具拿了差不多10个。国内太卷了，做推广全部要免自己送的。哎，这个衣服都好好看，你看，这里衣服都好看。国内太卷了，你做推广，一个人大概。哎，妈妈，尾鱼来舞的，尾鱼落舞来了。做推广大概一个人大概20块吧，然后他们还要自己付钱拿这些玩具。这个是商场有的那些牌子。你要哪一个啊？要哪一个？要这个啊。要这个啊，给乔治看着衣服。拿、啊、好了，嗯，儿子的，这个才140几，防风的，给乔治买个防风的，风很大。去超市啦！哎呀，快点躲着这里呀，走那边呀，这里太危险了，太阴险了，一进来是这样的。啊，走这边，不能给乔治看到。哎呦，躲都躲不过，真的是玩具就堆在最外面。这里太难躲了，躲都躲不过。奶粉，看一下国内奶粉价格，1段330，2段260。哎，我买的是飞鹤是吧？我里想，我里想买的是搿只飞鹤吧。往前走吧，去买水饺，儿子的水饺。
看一下，这个是马来西亚也有的牌子，洗澡的，89.9。这种大礼包41，旺旺大礼包。哦，后面就是蔬菜，新鲜的了。看一下水果的价格，这样一块100块人民币哦，这一个还不是猫山王。你看他要吃什么水果？你要什么？那西瓜不好看，不要西瓜了好吗？这个是哈密瓜，8.99。我看一下，它是8.99，100克还是什么？哦，一般是一斤，就是500克。火龙果9.98，500克。这里是上海这边普通超市的水果价格，不是那种很贵的那种久光的进口超市，这只是普通的超市。西瓜是6.99一斤。乔治想吃西瓜，刚刚那个半个看着不行，我去这一个买一整个试一下。这一个小的是22.7，看一下这边全是新鲜的。看一下价格，牛腩45.8一斤。这是鸡中翅，25.8一斤。大闸蟹，公的，这个公的，都是公的。这个就是母的，都还活着，脚还在动。这是牛奶的价格，21.9一瓶，两瓶39.8，这样的普通的鲜牛奶。这个是乔治要吃的玉米猪肉，这个价格是12.9，那就是13块人民币。龙虾还活着的，你拿一只了，晚上你吃了，36.8。儿子也吃的呀，随便拿一只了，一样的。这里还有北京烤鸭，排队给钱啦。给完钱就要回家了，我爸还在家里等着吃饭。这样，这个是上海很出名的一个蛋糕，叫红宝石的鲜奶小方，买两盒就好了。没有，这个不要，这个不好吃，这是黄油的，很硬的，买两盒鲜奶小方就好了。那个是老式的白脱奶油，是黄油。那你不要鲜奶小方啊？那个不好吃。没有，那个不是鲜奶小方，这个才是呀。不一样的吗？不一样，这个才是呀。是要不给他爸爸吃吧？嗯，给爸爸爸抢了。那我们拿这个喽，可以了。熊奶油呢？哎，正好呀，那正好三个了，正好3块，可以，你去给钱吧。那这个我要。这一家。回家喽。我们现在回去了呀，现在取快递。来，我家在这里，楼下就是快递站，一站菜鸟一站，这样就取完了，直接会开柜门。到家啦，这边就能看到刚刚去的商场。